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选择第四题，他说啊，平面上有 PQ 两点，然后 P 的坐标给你是 ST， 啊 ，PQ 的中垂线 L 是五 x 减 y 等于，那我要问你说，哎，那 PQ 向量有没有平行五负一啊 ？PQ 的长度等于多少啊？那 Q 点的坐标应该是多少啊？然后 PQ 的法向量可以是多少？然后如果 O 是原点的话 ，OP 加 OQ 跟 PQ 的内积是不是等于？好。那这个题目我们稍微画一下，就是说 PQ 在这里，它的中垂线，好、哦，在这边 L 是五 x 减 y 等于零，然后 A 的部分问你说 PQ 这个向量，好、哦、，PQ 这个向量的话，这个向量，哎，这个向量就垂直 L 嘛，所以它可以当 L 的法向量，那 L 的方程式在这里，所以它法向量可以是什么？五负一啊，所以 A 的话。你的 PQ 可以当作它的法向量，可是它的法向量，好、哦，法向量 L 法向量就是五负一，所以它跟它的任何的法向量都要平行，所以它平行它的一个法向量五负一。好，不一定要等于它啦，但是它至少平行，好、哦，至少平行 B。那 PQ 等于多少呢？好，已经有一个点坐标在这里，有方程式，我们当然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个点到这个的距离被带公式，那 PQ 线段就等于这个距离的两倍，所以 PQ 应该等于两倍的 P 点到 L 的距离。那 P 点到 L 的距离有坐标，有方程式，根号 x y 系数平方和，或者说法向量的长度，好，根号 x。这五平方加负一平方，然后绝对值把这个点带到这里加绝对值五 s 减 t 好，哎，刚好差了一个二，哎，一个多一个二就会对了，所以这个也是错的，第一个对 ，B 错了。好 ，C 呢 ？C 他说，那 Q 点是不是一定要 ts 呢？好，如果它是 ts 的话，这个的斜率就会变多少？的话，如果你的 Q 点是 TS 的话，那斜率的 PQ 就会是两个 x 相减 t 减 s 分之两个 y 相减 s 减 t， 哎，那就等于负一耶，合吗？这垂直，这个斜率多少？负的 b 分之 a 等于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斜率应该是多少？负五分之一，好、哦，这个应该等于负五分之一才对。那你现在算出来等于负一，当然不行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个被晒了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显然是错的，错喽。好，再来看猪，猪呢，他说 PQ 的法向量 ，PQ 在这里嘛，那它的法向量就是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方向，好、哦，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 L 的。方向向量，那 L 的方向向量，我们说法向量是五负一的话，那它的方向向量呢？好、哦，法向量是五负一，那它的方向向量就是两个对调负一五，其中一个变号，好、哦，那你要变哪边都可以，好、哦，比如说我们变的是这个，那它就变一，好、哦，所以它。跟它垂直的应该是，好、哦，应该是一五，好一五，好一五才对。那五负一，至少你的比例要一比五啦。那这个比例不是一比五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好、哦，一比五正负都可以，好、哦、一比五都可以。好，再来最后一，如果 O 点是原点的话，那 OP 加 OQ 跟 PQ 的内积会等于多少？好，那你要特别注意到哦。原点跟这条直线五 x 减 y 等于零有什么关系呢？原点带进去等号成立耶，所以原点在这条直线上哦。好，零零是属于 L， 那如果在 L 上面随便一点，好，这条直线上随便一点叫原点的话，那么 OP 加上 OQ 会等多少？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。那平行四边形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哎。这个显然在这边，它会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
OP 跟 OQ 哦，它会是在这里。但是在这里的话会就会跟这个 PQ 怎么样？垂直，会垂直。那垂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？内积等于零，所以它内积会等于零。哎，好，这个 OP 加上 OQ 呢，会垂直这个 PQ， 所以它的内积等于零。所以这个是对的，看看这样。